我是香蕉，在我身后呢是小小兵哦。那么我们这边是那个海绵宝宝的家，我带他们来这边晃一晃哦。走吧，兄弟们。哇，这个房子好大哟！你看，这个是什么？这是毛哎。爬上去。这个香蕉让我很不舒服哎。香蕉装，快点上来，快点上来呀！哦，这个巷道好窄哦。海绵宝宝在家吗？哇，有看到我的枪吗？我的手枪，是一把香蕉哦。biu bi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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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iu。Oh Christ！ 不要害怕，这是一把香蕉。我们去旁边看一下，看一下有什么？哎，这个是什么？蟹老板的工作室吗？哎，为什么破图？啊，他没有开门啊！我们去旁边看一看。哇，这个好大个桶子啊！喂，这边也是鱼哎，这雕像在干嘛？在看哪边啊？哦啊！我撞倒他了。啊！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香蕉，给我香蕉！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哎！啊！你说什么？给我香蕉！你要香蕉？给我香蕉！你要香蕉哦！快点给我香蕉！不给你香蕉。我这里，这个塔好高哟。这个塔上面有什么东东呢？我们去上面看一看。哎，这是什么啊？看这个颜色好像高赛，哎，哇，你看那个避雷针，好大一根避雷针哦。Sea needle 是海底针哦，这是做什么用的啊？我没有看卡通，不好意思。哇塞，这海底居然有这个树在这里耶，怎么会这样呢？哇，这个地图好大哦，你看远远的可以看到珊瑚耶，珊瑚在上面。哇，珊瑚。哇，电风扇。哇，还有个大型的电风扇耶。这个门好像上不去哦，我去最上面看一下好了。一起上来吧，我们要站哪个屋顶上面看呢？这里好了，这看起来蛮高的。哎，你们去哪啊？不要想不开啊！哦，你也下去吧，下去吧。哇，这里好高哦！天哪！这也太高了吧！哇，这地图好大，超大的。哦，前面有小雕像，哎，哎呀，还好香蕉装很硬啊，摔不坏的。这是什么啊？这个箱子里面有一个，潜水艇吗？其实我也不知道什么东西，潜水艇哦。哇，这样走路还蛮帅的哦。后面建筑物好大哦，跟着我走。没错，就是跟着我走。好了呢，你们要香蕉对不对？香蕉就跟着我走啦。OK， 走咯。哦，前面有个凤梨耶，去前面看一看。前面有个凤梨，这个是什么？这是谁的家？凤梨哥住在里面。哇，这个沙也太厚了吧，我的脚都陷下去了。哦，你们都陷下去了。喂，哎，凤梨不见了。哎，又出来了。哎，为什么刚才会穿墙，现在不会？上来吧，快点快点。
你头那么矮，居然还可以开机枪？有没有搞错啊？行不行啊？你们居然塞得进来耶！哇，我应该可以再叫一个，甚至三个吧？我想想看，我再多生几个出来好了。好，来来来来来，快快快快快！上来上来上来！还有另外一个嘞，行不行啊？上来啊！塞满满啊，快点快点！那个门关不起来，上不来，对不对？那慢慢的走吧，我们要开车了。走走，哇哦哦！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！好，不要吵，不要吵，等一下给你香蕉，不要吵哦。先开过去啊，这个路很难开。哦，穿越小路。哇哦，哇，超级闪亮亮的地图啊，这个 view 超好的。远方还有什么啊？看看，是珊瑚吗？真的吗？哦，撞到东西了，难怪他刚刚讲话啊！我撞到珊瑚了，这珊瑚居然就这样子而已哦，哦，过不去了啊！好哦，我们今天呢，是不是要打点僵尸才好玩啊？我来看看。附近有什么僵尸？咦、欸？为什么车子不能开了？为什么突然变那么累啊？香蕉哥，香蕉，你不是很厉害吗？是怎样？香蕉哥，香蕉，你给我醒醒啊！不要给我变成僵尸，我跟你说。哎、欸，是怎样？不让我动。停停停停停！停不了啊，真囧！你告诉我是僵尸啊，僵尸的香蕉哥，我先把你拉出来，真的是。哦，是怎样？还会倒着走啊？好啦，香蕉哥看起来很累啊，走路都不行了，还晃来晃去，怎样？还好吗你？我、哦、这个风雨也太大了吧？这怎么走啊？没有看到僵尸啊！哇，这暴风雪啊！现在，快，我们找地方休息。这里风雨太大了。好了，我们的香蕉哥看起来很累啊，我们现在已经到市中心了，他已经走了好几个小时了。后面的那个小小兵完全不帮忙啊！走了，走了，车子就这样开过去哦，这样对不对啊？可恶，居然扒我！别跑，给我停车啊！行不行啊，你们？我是不是应该也换一个小小兵？来换一个吧，换一个谁呢？比较高的那个是 FN。好嘞，我是小小兵，小小兵，欸，香蕉装怎么还在？把它关掉。OK， 香蕉哥。欸欸欸，谁在射我？喂，我不是你的敌人啊，我是你的伙伴。我们每个都在打我啦。你们是怎样？因为我把香蕉收起来了，所以你们就不要我了。怎么会这样呢？我发现他这个枪啊，射起的话，完全挡住我的视线啊。第一人称呢，完全被我的模组挡住了、啊。我头太大了。在干嘛？在干嘛？啊？在干嘛？啊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
不打就对了，是怎样？这鱼也太大了吧，这鱼关得掉吗？啊嘿，这样才对嘛，下什么雨嘛，真是的。没有，躲什么躲啊，给我回来啊，切，他们是无敌的啊，我刚刚是用无敌的，怎么办，我现在被他们围殴了，而且 又不能打他们，又没有东西可以玩啊，不管了，我抢车啊，用他的头去撞，欸，太屌了，没有音乐，没有音乐，他头完全穿出来了，上车上车啊，哦呦，上来上来上来，跳，哦，没有撞到啦，这个时候其实应该要做点休闲娱乐啊，先把枪收起来，我来找一点一些好玩的东西啊，这个是什么啊，我那个脚踏车，找些脚踏车来玩，哦，你们很烦欸，射什么射啊，他这角度好丑哦，是怎样，他是这样骑脚踏车的，我都看不到路啦，那就这样滑倒了，上来上来上来，再玩一次竞速脚踏车，竞速，这样切换视角我都看不到路啊，哎呦好危险哦，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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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算了算了，我下来我下来，还可以坐什么车啊，我看看我看看这附近可以玩什么，有瑜伽可以坐吗，瑜伽看起来是没有，因为他是 Trevor， Trevor 就没有瑜伽，应该要 Michael， 那看起来是没有哟，啊我们去高跟鞋看看，小小编剧高跟鞋，耶，出生在楼上，Come on in, 好哦，我来了我来了，哇那头刚好那个门口塞进去，没有人啊，是 gay bar， 完全没有人，在干嘛啊，我知道我知道，我绕过去哦，我应该叫几个 bodyguard 出来，耶，就是你，走跟我走，等一下哦，太好了，这里好暗啊，这里好暗啊，Yo what's up man, Yo what's up dude， 小小兵要上台表演，你们不要吵请安静，这里好黑，这里非常的黑，这里是厕所，厕所是晚上的黑色。banana？ 你说什么？你要香蕉？不给你香蕉，走。奇怪。好，不管了，出去了。这里超黑的，这里没有开啊，这里没有开灯啊。
难怪那么暗，出去了。好了，我们出来了，哈哈，我们出来了。另外一个嘞，好，太好了，我们这集就到这边，我们下一集再见喽。